头盖骨疗法，对，跟你就是你讲的这个东西是有演变，因为我学了三套头荐骨平衡，第一个是你说那个我有学，我有不是学它了，我就知道这个原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印度这个支脉，印度的就是那个头骨，也它也叫头盖骨平衡，它也叫头盖骨平衡。另外一个支系是中国大陆的，中国大陆它有讲的是，可是它的斟酌点是不太一样。那郑志龙先生的头盖骨疗法跟仙骨疗法是他自己的，还是日本的，还是怎么？其实都有，他有融合啦，其实有融合。哦、那我是透过灵，其实我老师的整个过程是透过灵性的，然后慢慢再追到身体的，身体再做慢慢的去把那这个身心灵做一个整合，哦，做一个整合。其实到最后，老师会跟你们真正的分享，其实真正的身体里面的问题，其实它推回去。就是你的习性业力，习性业力，习性业力。把宗教拿掉，宗教其实谈论的只有两个点，我跟大家真实的分享，你不用去迷信，可是真实性是什么，你要去抓住这个两个原则就好了。修行不管你哪一个门道，不管你信什么宗教都可以，都 OK， 最终的目的只有两项，这是我做自我修行的一个总结、哦、第一点，去悟到你的灵性，这叫慧能所讲的悟后起修。悟什么？悟你本身不生不灭的灵性、神性、光体，名字都不管，各有所解释，把我们的光书都一样，光，这是第一个。你要悟这个是不修的，你本来具足神性跟佛性跟灵性，这个本来就有，可是这个你要靠悟，我没办法。所以我在任何的课程、任何的疗法，我都接近帮助你们去往这条路去悟，因为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要靠每个人的值悟，尽可能帮助你们。未来以后有机会，甚至有可以点化，你们要看到灵光，看到什么，其实那个不难，老师都有那个临床的，只是最近都回去看温敦了。我在因为我那边会请兰姐，我也有机会，我在南投想用一个灵修室，一个静修的地方，自然疗法跟大家想走修行，不任何的宗教，就是修行静心的一个方式。我未来慢慢要去开发，因为南投的地理灵气那边比较偏远一点，没有都市化。然后很多大自然可以理解。第二个，我要讲慎重的，跟各位大家分享一件事：所有你要修行的只有一项，除你的习性业力而已，没了，就是习惯。机械式的生活，习惯性的生活，你的观念、你的个性、你的习性，因为你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可是当你成为人之后，你的习性观念被驾驭了。如果你改不了，那你要跟自己是吧对峙，然后去培养一个，就像我们今天大自然疗法，很多的疗法，你旧有的习惯，你要创出新的习惯，去改善旧有的习性业力，是这样来的。习性业力有很多，涵盖很多，哦，不是宗教谈的，哎，完清净入那个不谈，真正是你的习性业力，你被外在的物质界迷住了。这个是，哦，比如说你喝咖啡喝习惯了，哎，你不小心你迷失的，你没有喝咖啡，你会很痛苦，哎，谁帮你？没有啊，你自己帮自己啊，这个就习性业力啊，这个就是习性业力。那生活当中有多少的习性业力？从习惯、观念、价值观、成见，那都是习性业力。那老师你在出手治疗的时候，有气入灵性吗？有，坦白跟你讲。绝对是有的，你当下给他什么能量念力，希望他快乐，希望他好的能量，希望他很多，希望他康复。就像我们那一张卡，此时此刻真心诚忏，过去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神佛冤亲感恩你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他对谁连结？对你自己连结，又对谁？对天，对地，对你自己，神心。神性，你自己有神性了，你有没有考虑到你每天活着，
活生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你的灵性说 Hi, Hello, 我都忘记你了。你有没有对你自己的习性业力跟他说抱歉？因为你的习性也造了很多的因果，你的习性习气造了很多因果，是这个造的。所以自己对自己做的时候同样可以，同样可以。所以你要给他自我催眠，催眠要催正向的，不是负向的。刚才第三题就跟你讲了，你的心一定要正向，种一个种子让它发芽，让它什么茁壮，这个过程是需要有定力的，不是用讲的，是用做的。就像老师种一个种子，我结婚之后，我从此我家里种一个种子而已，到现在十四年没有变，可是你会被摇，会动摇哦。我种什么？快乐取悦。谁能摇我？他一定会无时不摇你。可是你有没有动摇过？那要定哎，坚持再坚持，坚持不是一天两天哎。我家里就要快乐，就要取悦，种到这样十四年了，我没有变过，可是我坚定这份信心，这份力量，我可以传播。自己快乐，我可以传播我的家人。可是他无时不刻那些负面的能量会给你啊。可你要，你够不够坚定？当你大于他的时候，能量会被你卷。能量是大小的问题。如果你能量大于他，换你被，换你去影响他而已啊。可是你要先做嘛，以身作则，一切都是从自己开始。修行任何方法不是要去改变你，改变任何人。我不会叫你去改变任何人。我只是改变你自己，身体是你自己。如果你改变你自己，从这个身推你到习性，推到你的观念，推到你所有行住坐卧当中，你才能去改变。那这个改变需要时间的，需要去养成的，也需要靠拦截大家维持一个团体的力量来帮助你。不然一个人太脆弱了，外在的五光十色，五光十色诱惑力就把你拉回去了。你怎么你定力够不够？绝对不够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场所，无时不刻的来提醒我们，觉醒我们。所以共修的原因，共同有志同道合的原因就是这里，它才有力量。不然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容易被外在的那个风吹草动，外面的声音，外面的五光十色又把你拉回去了，习惯又把你拉回去，你就完了，又完了，又要重新开始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团体，希望我们大家能为这自然疗法，或者我们为我们的身心灵健康。走到一个光明大道，那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刚才一个土，一个吸一个土嘛，对，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到大自然哈，在外面野外，不用，在家里也可以，在外面也可以，外面不是空气比较不好吗？因为我们要吸，没有你去。